我要去参加商场去了。是吧？拍我一个不像的笑。
你要哪个宝贝儿？我要 cheerleader，CHERLEADER， 就那首歌，帮我播。现在很凶狠，啊？哦，眼神很凶狠。今天被他拍到很像保安，也不能说痞帅，没有痞丑痞丑的保安，你知道吗？痞丑痞丑的保安头子俩。就这么邀我喝这种队伍，我以后做这个，我以后做这个。